配的赞美的神，跟最大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，你是我们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永远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你配的荣耀赞美。哈利路亚。主，你配得荣耀赞美，你配得我们每一个人向你献上我们的生命。何等的恩典，你拯救我们；何等的恩典，让我们一生跟随在你荣耀的道路。谢谢你，耶稣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那里。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，在你爱里光着我的超能力。每个狂风暴雨当中，有神的同在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 Amen、你同在在哪里？主，这是我们盼望的诗歌。每个难处信心的诗歌。就一起来祷告。
在这爱的路上，我们奔跑不放弃。阿们。刚刚诗歌说，主我爱你，让我尽心尽意的来爱你。阿们。2017年的第一个早晨，2017年的第一个敬拜，待会我要邀请我们，把我们对神的爱竭尽所能的向他来陈明，用最大的荣耀欢迎神在我们的当中。数到三，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开口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是充满你恩典的早晨。耶稣，我们为着你的同在，为着你的作为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！配得，乃是你诸般的荣耀，诸般的恩典，诸般的怜悯。今天你的百姓要把一切的荣耀单单的归给你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我们在这第一个早晨，我们要再次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。2017年的你我要比2016年不一样，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卓越得胜的生命。所以你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领受卓越得胜的祝福。我一直记得我们创会牧师提醒我们要有4个投资，第一个要投资自己，第二个要投资家庭，第三个要投资朋友，第四个要投资在信仰的上面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次的来祷告，告诉主，我要投资我自己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都要成为使徒，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与帮助。我们要投资我们的家庭，无论过去我们的家庭如何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祝福我们的家庭，夫妻的关系，亲子的关系，甚至将来有人要进入婚姻的，也求神祝福我们未来婚姻的家庭。我们要投资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基督徒是带满恩典的，是最喜欢跟人接触的，求神祝福我们走到哪里都是人最喜欢的使徒。最后投资信仰，我们不单在这里，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，读经祷告，更多的传福音，更多的见证神的荣美。数到三，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，你要向神求，让2017年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2017年是成为精品的生命。数到三，我们同声开口，1、2、3，主啊，我们就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，愿神你自己神，愿神你自己帮助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，主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自己荣耀充满。下来跟旁边的说，新年蒙恩，新年蒙恩，欢迎新朋友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真的非常高兴在这一个特别的早晨，我相信有些的朋友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，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或是家人，待会数到三的时候，劳烦您从你的位置上起立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，欢迎你。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，请您预备一下，数到三时候，请您从位置上起立，1、2、3。三十。哇，有好多新来的朋友。帮我请亚萨可以下台了，康利哥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早晨，愿你喜欢在我们的当中，愿你享受。
迎您，请坐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看飞鹰新闻，来关心家中的大小事务。